这天清晨，黄义忠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打开门后，他发现门外站着两名警察。我啥子？他说，那个警察说，你做了啥子不晓得？我说我不晓得啊。现在陪你报的告你强奸。黄义忠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民警带往了辖区派出所。就是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都是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哪怕是个治安事情，到警察去的，就到派出所去过。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民警提到的报案人彭女士是黄义忠的前妻彭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彭宇和黄义忠生有一女，两人离婚后，女儿跟着父亲黄义忠生活。民警上门的前一天，彭宇来到黄义忠的家里，说要探望女儿，并住了下来。没想到一个晚上之后，民警就找上门来。那么这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警方就此展开了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前妻归来，是回心转意还是别有用心？他就主动说我们和好算。曾经的夫妻，为何多次闹上法庭？彭宇这个人，他只要是说你不符合他意思，他都是冷暴力，他都不理你。蹊跷的强奸案，一线正在播出。说起自己和前妻彭宇的情感，黄义忠说一言难尽。黄义忠曾经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在对感情心灰意冷之际，他遇到了比他小29岁的彭宇，很快两人便组建了家庭。一年后，彭宇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多多。我对我女儿，我很爱她，因为我上面是两个儿子哈。女儿呢，从生下来以后，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敢说啥子叫喜极而泣。为了给女儿一个好的居住环境，黄义忠和彭宇决定换房。可在买房的时候，两人遇到了难题。结果一发现呢，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不晓得哪个工人就把我的那个啥子身份证一复印偷机器，给我整了张卡，整了卡头我都不晓得，一查高头的有个黑名单，就贷不到款噻。于是黄义忠和彭宇便合计假离婚，这样就能用妻子的名义贷款买房。商定后，两人很快签订了离婚协议。我是一定要女儿的，她那个没得问题的，当时就是娃儿归我，没有财产分割，很简单。在这份离婚协议上，双方除了女儿的抚养问题有所约定，还写明女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随后，彭宇以个人名义顺利购下新房。两人离婚不离家，仍生活在一起。不过黄义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年龄的差异，也许是婚前没有好好了解彼此的原因，夫妻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日益尖锐。彭宇这个人呢，他只要是说你不符合他意思，他都是冷暴力，他都不理你。在黄义忠单方表述中，他说自己对于彭宇的情绪化极力包容，可彭宇丝毫不领情，依然我行我素。2021年，双方再次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发生争吵，于是彭宇便搬离了黄家，一度去向不明。在黄义忠看来，这标志着俩人之间感情破裂，彻底分道扬镳。这样一来，当初的假离婚也变成了真离婚。按照离婚协议上的约定，女儿跟随黄义忠生活，彭宇有探视权。然而几个月后，黄义忠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原来彭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把女儿判给自己抚养。因为有之前的离婚协议，彭宇的这次官司败诉了。他就申请变更抚养，他败诉了。最后法官说你那个，你哪个判嘛？
我们本你本来协议离婚的时候，你们都是你的真实意思，是不是？那个娃那个爸的，你现在，那协议你没得任何变更抚养权的这个条件的，是不是？不符合法定的条件。此后，两个人虽然为此偶有争执，但也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直到这次彭宇来家探视女儿，并报警说自己遭遇前夫强奸。面对警方的讯问，黄野中大呼冤枉，说自己在前一晚没有对前妻有过任何不轨之举。于是民警展开了调查，发现两人身上并无抓扯痕迹，邻居也没有听到任何呼救。在结合其他现场勘查的细节，民警最终确定强奸的事实不存在，不予立案。于是黄义忠回到了家里，然而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他发现女儿多多不见了。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强奸案，只是彭宇给前夫黄义忠设下的一个局。他假称自己遭遇侵害，趁着警方把前夫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的空当，带走女儿多多，造成女儿由自己抚养的继承事实。至此，一场围绕孩子的争夺大战在这对曾经恩爱的男女之间上演。那么这场战争的结局会怎样？法律最终会维护谁的利益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被执行人东躲西藏，我不配合，当时我们法院找到你。执行过程阻碍重重，蹊跷的强奸案一线正在播出。回到家后，黄义忠多次和前妻联系，要求他送回孩子，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只晓得现在我没见过一次娃儿，到今天为止，没让我见一次。他都不让我看，不然我买法的，我都去沙县娃儿法院起诉，要确认抚养权。潼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彭宇并未到庭。法院审理后认为，两个人的离婚协议真实有效，并当庭作出判决，女儿由原告黄义忠抚养。但判决书下来后，黄义忠却联系不上彭宇了。他现在想要向我们法院申请执行，就是要求那个他的前妻把他的女儿交给他。一旦做出生效判决之后，那我们作为公民就应该遵守法院的判决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履行主动履行法院的判决，案件进入执行之后，我们执行法官就得严格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法官从接到这起案子后便试图联系彭宇，但对方情绪激动，拒绝沟通。喂，麦哥。哎，你是不是彭宇？对，哪个？你好，我是潼南法院执行局的，我叫陈飞。你没在那个抚养权那个案子，现在在我们法院进行执行了，你走法院来帮他处理了噻。我哪没来法院处理啊？你如果不来处理，到时候我们都来找你哟。你那个到时候要对你去。我不配合。哎，你不配合，到时候我们法院找到你，明确表示不配合法院，并且说出了过激的语言，说如果法院强制的把他的女儿从他身边带走，他会采取过激的手段，甚至说出了同归于尽这种话。麦克，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最后，彭宇甚至拒接法官的电话。于是法官决定亲自找彭宇谈谈。潘斯雷夫，彭宇，那你没人？我旁边翻一下，没人，就算了嘛。看起有人居住的样子的。没个人，你这才找了。看邻居，
下面有个邻居，你下去看。我们是那个法院咨询局的。我想问下你是那栋的那个业主哈？是。你认到裴姨不？在五楼的一个。认得。他平时在屋头没得吧？好久都没看到他了。我们有个案子在找他，他那个他娃儿有个小娃儿在屋头，你看到没得啊？也没看到。也没看到呀。平时没在屋头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他了。我最近一次看到他应该是上班的时候。行嘛，他那个在哪里上班晓不晓得？晓得。也不晓得哈。平时没当联系，那个房子又都是告双的人来的。行，晓得啊，谢谢。行吧，啊，没事。打电话找不到，人家不接啊，电话也不接，那只有走上班的地方去了，喊申请局把人找到去，找好了，但是我们走到上班的地方去。黄业忠告诉执行法官全飞，彭宇在其老家的一家公司担任文职，全飞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这家公司。当时就在他的公司门口给他打电话，让他自己出来，跟我们回来处理这个案子。但是他是口头上答应，但是呢，悄悄地从厂那个公司的另外一个门就出去了。我们第一次就去扑了个空。本为被执行人考虑，但却被他钻了空子。针对这一次的情况，执行法官们吸取教训，开会讨论了下一次去找被执行人的方案。他那个东西大，他有很多个门儿，他说有四个嘛，五个门儿哦，好像。你进厂区好不好进嘛？厂区应该好进啊，我们开警车去，没得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认不到人的嘛。对，那是个问题，认不到人，我也认不到啊。我们只看那个。身份证那个照片看起和本人呢差别还是很大。到时候只有喊申请人那个发两张，那毕竟原来夫妻噻，发几张生活照过来，大家都先混个眼熟噻，看哈，多看两眼。那个鉴于刚才的情况，我建议还是说，我们执行局那儿多花点干警去，你警察那儿去，或者提前来去布控一下。与此同时，爱女心切的黄业忠也经常到彭宇公司门口蹲守。几天后，黄业忠拦下了彭宇，并立即联系法院执行局。申请人就去把他拉住啊，双方发生了抓扯。那个被执行人当时也报了警，当地的派出所也去出警，把他们两个人带到派出所去处理。在这过程中呢，那个被执行人。他就给他的表哥打了电话，当时他表哥到了以后，那个被执行人他就想走，然后申请人再去拉他的时候，他的表哥就把我们的申请人抱住，然后发生了那个扭打，然后让那个被执行人就趁机打车走掉了。他打电话就是说，他说那个黄姨又过去来拦他，又过去抢他东西。他说捏着我不让走，我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个东西可以保持距离，你叫他不要动手，有什么事情派出所就行了。彭宇的表哥王华在派出所的行为涉嫌阻碍执法，被带回法院配合调查。你为啥子要把黄宇抱到去，让那个裴姨离开？我只是让他不要去靠近他。你自己哈认识到那个行为的错误没得？我站在那儿觉得他故意拉扯，我肯定是要找他的。根据民诉法的规定，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那个用暴力或者其他的方法妨碍人民法院的执行，人民法院可以对其实施拘留和罚款。经过法官释法，王华意识到自己行为欠妥，他答应配合法院找出表妹彭宇。一开始，被执行人的亲属。以及被执行人本身抗拒执行、阻碍执行，甚至有一些过激的拒执的行为，在法院充分的释法明理的基础之上，同时慑于执行的一个威慑力，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然后对法院的工作、执行工作给予配合。法官再次拨通了彭宇的电话。
没有想到他对表哥的处境不闻不问。什么意思啊？喂，你看铜兰花园执行局劝飞，你下午确定不来铜兰花园了是不是？来不到。你为啥子来不到啊？不在当地。不在当地啊？那你好久回来？明天来不来得到？那么好。你如果今儿不来哈，你们那个表哥哈叫王，嗯，他今儿肯定是到我们拘留的。你别个为了帮你哈，你不可能让他来找拘留噻。哎呀，你管嘛，我们有理由的嘛。我为啥子不管呢？你来不来？我就问你哈，他到那儿为了你找我们法院拘留几盘，拘留十几天，你心头好不好过嘛？你们也不没得依据的，找那么多地方。嗯，对，我跟你说。我们不仅要拘留他哈，我们把他拘留，我们还是会找来找你的，你放心哈。行啊行啊。今儿不得来是不是？不来了。嗯，好嘛。彭宇的态度坚决，不愿意露面。法官通过彭宇的表哥联系上了他的父母。喂。哇，你跟朋友说哈，如果他不接电话，如果今天不过来的话，是要追他的刑责的哟。那我哪个办嘛？我打你电话的。我们再跟他说一下，他不接我电话，不接我电话了，我就只有带民警去找他的妈老汉了。那个被整他妈还不是也不得配合的，配合我们，因为现在那个因为那个表哥的传唤时间要到了，时间到了，我们如果再不去把那个女的弄回来的话，他表哥可能就遭拘留啊，我们。那个案子本来矛盾都很大了，如果我们再把他表哥拘留的话，可能那个矛盾要激化，激化到后面的案子可能更加不好搞。通过多方走访，全飞法官得知彭宇第二天上午要去公司。第二天一早，我们又从铜兰出发，我们直接就委托江津法院去从那个在被执行的公司里面把他控制住。执行依据啊，拿过去。判决书的嘛。判决书拿来看看。哎呀，不是我要看，你那个判决书有问题。你有的嘛，得到了的懂嘛。你判决书有问题。有问题，我们回去再说好不好？我靠紧了嘛。我靠。就回去。紧点嘛。再见再见。你越动都越紧哈。紧都是啥？走，过来。不是说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莫那么激动，冷静点。带你回去是解决事情。你不能一直我逃避，你冷静哈，你别激动。你如果确实不舒服，我们带你走医院去，好不好？你的心情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但是要依法。你莫那么激动，冷静哈，有啥子好说的嘛？有啥子我们冷静冷静下来说。你有啥子诉求？你可以热烈承办哈，哥说。你们杀了我！我要。那你坐起来，你莫那个疼，快点晕车了。我要孩子。我们当时在现场也给他进行了初步的解释，然后把判决书和我们的拘传票都同步送达给他。有啥子好好的给你承担下嘛？他说没事。你现在情绪不要激动啊。多方努力之下，执行法官全飞终于找到了被执行人彭宇。彭宇情绪十分激动，嚎啕大哭，控诉前夫黄义忠有暴力倾向，而且在当初结婚的时候呢就包藏心机，他担心女儿受到伤害，所以才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那么
案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呢？双方给出不同说法，一本算不清的糊涂账，情理与法理双管齐下，双方能否打开心结？蹊跷的强奸案一线正在播出。在法院，彭宇的表哥对他进行了劝解，希望他能执行法院的判决，把孩子还给前夫。民事民院拘留不愿意把孩子交给他，是不是嘛？我是告诉你那个事情严重些，你可以先把娃儿给他，然后后续的话你来上班，该去看娃儿去看娃儿，晓得吧？当然你认为娃儿照顾不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完全去法院去起诉他，变更抚养权。应该又来一次吗？应该不在乎娃儿大小了。然后又重复那种，咋子就重复嘛？你不要那么着急嘛。我不会拿娃儿来当，所有事情要一步步的来嘛。我永远不会拿朵朵来当赌注，晓不晓得？如果一开始那个的话，大家都在劝，他要娃儿就拿给他呀。他又不是骗我一个女娃儿，他还骗了他的前妻啊。我就该遭骗吗？我该遭吗？那我就该遭骗了。我都罪无可恕，我都该遭骗，我都该把娃儿给他，然后我自己该受那些都受那些。彭宇口口声声说自己被逼无奈，遭遇欺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被逼迫的。那如果你确实有证据啊，我都不晓得那个人到底哪句真哪句假。面对执行法官的询问，彭宇说，前夫是个大骗子。当初认识的时候就故意隐瞒了年龄。他跟我说他是1975年出生。他是你看到他身份证没嘛？没有，当时没有。啊。然后等到婚姻登记的时候，肯定都要拿身份证出来噻。啊。直到结婚登记，彭宇才发现黄义忠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63年，这意味着他整整比彭宇年长29岁。可婚礼已经通知了亲戚朋友，此时反悔，家里也丢不起这个人，于是彭宇只能与对方办理了结婚手续。他啷个给我解释？他为了提早退休，花了50000块钱更改的那个年龄，改到了15岁。当时感情也没得问题，然后跟他的那个身体状态来看，我都信了，然后周围朋友也信了嘛哈，40多岁嘛。我看起这个事不像那个大，我觉得呀，爱情的东西没年龄的，是在你能接受的接受，你不能接受的可以不接受，是在你现在跟我说那些，我觉得我反正我觉得没得意义的。彭宇说，婚后自己从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发现，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便是黄义忠的真实年龄。其次，彭宇认为黄义忠性情急躁，有家暴行为，不适合抚养孩子。他又对我家暴，他都推我，我都和闺蜜出去那个了噻，出去耍，耍了之后，他说你还回来啥子啊？你滚滚！他说你外头是不是有男人了嘛？他都那个捂住，我也没有理他，我说我都直接回来又对我进行一顿家暴，又对我进行一顿打。这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他始终说我暴力，我确确实实真，你说那个夫妻之间相互那个开玩笑抽一下或者那个一下，那个肯定是有的。你说真正我啥子黑起打他呀或者那个从来没有。他你想嘛，他比我小那么多，我也不忍心啊。他也没有证据啊，这法律上他那个谁主张谁举证，他自己没有证据，那法院也不会支持他。彭宇说，双方协议离婚是为了购买学区房，为了孩子日后上学使用，所以离婚协议上的条款不是自己真实意思表达是无效的，而且前夫不让自己探视孩子才是真正激怒他的原因。不准我去看娃儿接娃儿，他拿起离婚协议到幼儿园去跟老师和院长说，从此以后不准妈妈和外公外婆来接送，只准爸爸接送。然后后面分开之后，我们去看娃儿，每一次看娃儿都要报一次警。他不让娃儿去上学，连续几天。你要去报警记录啊？有。
我手机上有录像，都是我去看娃儿的时候，他都把拒捕，就是不让我去看，然后我都报了警的，那个录的有视频，还有在幼儿园喂了娃儿，他跟我两个争执。发生强制推让嘛，他跟我做成推让还严重。对，那次我哥也有在，然后他还对我妈动手。但是你一旦陷入感情之后，你不会那个多想那个多，你也不会想到人心他会那个复杂。黄义忠则辩解，婚后自己其实对妻子一直不错，反倒是妻子不太规矩。反而是他，还在外头去，我都不好说的了，还去得了性命。在黄义忠看来，当初是彭宇强烈要求离婚，主动放弃孩子的。如今对方出尔反尔，实在令他无法理解，阻挠彭宇探视孩子自然也是事出有因。他还想天天都看，我说你离了婚来，你既然你选择离婚，对吧，你选择分开，你天天看就肯定不恰当了。双方各执一词，孰真孰假，孰对孰错。在法官看来，彭宇不能对自己的主张提供事实证据，就必须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不然就可能会面临刑责。我给你解释我们那个案子的执行内容。法院判决的那个黄归黄抚养，但是现在因为你的原因，导致了黄不能直接抚养那个黄，所以他向我们法院申请执行。拘留好久？15天了，最多。走嘛。这样儿不忙了。我忙，你说。跟你说哪里嘛，来不来的走嘛。拘留完了你还不是要把娃儿交出来？你如果不交出来，我们还是又来找你，像今天那种样。如果连续拘留2次，你如果还不配合我们的执行工作的话，好，我们法院都会移送，追究刑事责任啊。有个罪名叫拒捕罪，拒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那个裁判罪。一旦你只要判了刑哈，你口口声声说还是为了娃儿好，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如果再判了刑，会影响你娃儿的一辈子。童年的不幸需要一生来治愈。彭宇说，黄义忠文化程度较低，照顾孩子力不从心，而他自己父母的年纪比黄义忠还要小，更适合照顾孩子，并且他又是英语专业毕业，肯定能给予女儿更好的教育。执行法官告诉他，目前来看黄义忠身体条件毫无问题，且已退休在家，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孩子。还加上我的娃儿已经有3个了，我一个都没得。那个不是你有啥的，他有几个和你有几个，那个不是娃儿抚养的理由啊。好，我们都不纠结那个事情了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请你配合我们法院的执行工作。经过我们做了差不多10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我们都感觉到他明显有那个松动。彭宇点头之后，执行法官通知黄义忠到潼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当面沟通此事。你现在是愿意把那个抚养权交出来是不是？交啊。哎，然后你刚才提了几点意见啊，我现在都读给黄义忠哈，你看你自己同意哪条，你都自己表态哈。彭宇提出周末节假日要接回女儿，辅导孩子功课，这些要求黄义忠悉数应允。小孩就是长期都是被彭某的母亲在抚养，所以他就打电话通知他的母亲，将小孩送到法院来。第二天，彭宇的母亲把孩子送到了潼南区人民法院，黄义忠终于见到了女儿。我是他亲爸爸，你放心哈，放心，绝对没得问题的。哭啥子嘛，哭，不要哭。我是说你，我回来带起回来看你，你哭啥子嘛？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你们那个老家不要，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小朋友黑到了，小朋友黑到了。你看他哥怎么样子，你有那个架子可以看的啊。啊，你不要哭，你把小朋友黑到了。我们走了。那好，那你们都。
我喊了几天。好好好。好，完了，张过来，张过来。强制性的这些执行场面可以对未成年人进行回避，父母争吵的这些画面啊，我们得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淡化，让他明白亲情不会因为父母的分离，爱情的消失而减少，这样的话整个执行案件的结果才能够圆满。对于这个结果，双方都表示满意。黄义忠和彭宇当初呢是因为爱走到一起，却因为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争吵而分开。在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虽然是僵持不下，但出发点都是因为疼爱孩子。那么在审理抚养权案件时，审判庭主要基于哪些因素来判定孩子的归属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抚养权纠纷案件的裁判呢，主要是以保障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平衡各方利益为主要原则的。也就是说，在审理的时候啊，应当重点考虑子女发展的需要，以子女利益为首要判断因素，而不是父母的愿望、社会的习惯做法或者其他因素。其次呢，要注意平衡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子女的成长需要。具体来说呢，认定抚养人呢有法定规则和酌定因素，两者呢应当综合考虑。在法定规则上面呢，对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呢，民法典第1084条第三款有明确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呢，应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当然呢，也有例外情况。第二点是对于两周岁以上但不满八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呢对于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第三点呢是对于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由于他呢是已经有一定的感知力和判断力，所以应该尊重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在听取子女意见的时候呢，法院应当通过单独做笔录的方式，并且进行两次询问，期间呢允许子女的意见进行反复，以保证其意见的确定性和真实性。除了以上的法定基本原则之外呢，在具体的个案中呢，也要综合考量酌定因素，会包括父母的品行、抚养的意愿和子女的亲厚程度、抚养能力、稳定的生活成长环境，以及其所拥有的其他的子女的人数等等。当子女抚养的法定规则和酌定因素有冲突的时候呢，应当以法定规则为先，并且要兼顾未成年人的利益，做出最终决定。风波过后，目前为孩子创建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是双方更应该关注的重点。希望黄义忠能够履行承诺，让彭宇每月都能够定时定点接上孩子，度过属于母女俩的亲子时光。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